撞个当朝，驸马郎的旗帜忘了满皇上的回儿睡了。撞个当朝，心心相齐，枪长铁柱，心相连。哎，老板，你找我呀？好，小马啊，那上月工资2000。不是，老板，怎么就2000呢？嗯，上月迟到多少回，早退多少回，你自己没有数吗？你别以为你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长这么漂亮，我就不敢说你是吧？你给干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不承认是吧？你别以为你大长腿穿衣服穿这么好看，身材这么好，我就不敢说你。我要是个女的，我就绕着你走。笑什么笑？赶紧把钱拿给我！你再笑，你再笑，我还能说5分钟，你信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王总，今晚上有活动吗？带我一个呗。耶！我的草原，我的哪，我想咋耍就咋耍。王哥，王哥，给我卡！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你烫那个头花了1000多块钱，赔了你5-6个点。然后最后你烫完那完，你把头发全绑上了，你是为啥烫这个头啊？你有裸睡的习惯吗？不敢。为什么不敢呢？因为我梦游。你再这样，我就生气。心却哭了，酒其实融合不醉。我不敢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。啊啊啊啊，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。晚风依旧很温柔，一个人慢慢走，在街道的茶屋沟通。有这样的女朋友，你会是什么段位？小屁，小屁。老板女儿是我成功路上的绊脚石。哎，小任总，我今晚要准时下班啊。嗯？为什么呀？我要去相亲，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真是愣子。不要走了。哎呀，他今天七十大寿啊，只要成了，我就有5套房子。那我给你10套。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不知不觉，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，是个生命的开始。春雨不眠，隔夜的你曾共度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。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，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，红尘中谁的宿命里安排？冰雪不语，隐藏的光彩。像太阳下山，我最你喜欢的红妆，冬日我
量渐懒心似水，跟他走了极空虚。像太阳下山，一个动作让你暴瘦，核心收紧，去胸肌，不开合，追逐摆臂，每组一分钟。听说呀，男生的快乐都很简单，就像他人生的第一台车，不需要很贵，但一定要源于热爱。玛莎拉蒂之所以有着如此风流不羁的洒脱形象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车标原型是海神波塞冬手中的三叉戟。这让人不由得把他联想为海王座驾。你就是带叉子的跑车吗？谁没见过呀？我们今天的主角可不是跑车，而是玛莎拉蒂首款定位是中大型 SUV 的莱万特。它采用 3.0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八档首次一体变速箱，最大马力高达350匹，为车辆提供了卓越的公路行驶性能。哇，这么多的标！莱万特采用了家族标志性的多边形前进气格栅，格栅内部的直瀑式镀铬条幅极少简洁，前灯组造型视觉效果十分激励。不止车大，车标很大，车轮很大，车身也很大。秉承了玛莎拉蒂对于制造超级跑车一贯坚持的极致性能与豪华，莱万特在设计上也传承了玛莎拉蒂经典的品牌特性与意大利品质。这样一款大气的 SUV 竟然采用了无框车窗的设计。要知道，保时捷的两款 SUV 系列，即便是更强调跑格的卡宴 Cooper 都没能采用无框车门。当你打开这样一扇门，从车里优雅的起身下来，那是一个多么吸睛的动作呀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玛莎给了你多少钱呀？我卡宴给两倍，两毛。你是这个瑜伽馆的教练？对，我们这还有其他教练。嗯，其实我也是一名瑜伽爱好者。啊，你想练瑜伽？不是，但是我不练，但是我愿意看。愿意看？嗯，我的目的就是明天我在练的时候有人看。那不行。啊？为什么不行？就是我们这儿就是练习的，要是你再锻炼的话，别人看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，因为我们这儿偏讲座。我们这偏那个女士多一点，然后练习的话可以有男士，我们这有男教练，但是看不行。嗯，我看你是他发的那个是你吗？你是说他那个视频是吗？嗯。你能展示一下吗？展示什么？就是这个一字马什么的。展示不了，你过来练是可以。一番唇枪舌战之后，那就舒畅呀。行。WHAT